带了一个啊，这样的一个粉红口罩。说出粉丝送的 Q 版迷你阿中娃娃，还戴上卡哇伊粉红口罩。陈时中人气高，活期到底选哪？每天点将新组合。媒体人周玉蔻爆料，陈时中拼桃园、台北陈建仁、新北林佳龙、台中蔡其昌。谢谢他的关心哈，不过他不是选对会的人了啊。民进党选对会到嘉义、台南征询地方意见，近千字长文大赞嘉义县长翁章良全力支持连任。说到台南市长黄伟哲，不到200字，仅说满意度80%。台南下周征召时程跟高雄嘉义同步，只字未提连任。呼吁大家一定要团结，那中央有机制，我们都尊重中央的机制。民进党如果提名我，那我们民进党也胜选了，那就未来的4年就要好好做。黄伟哲安了吗？郑国会中常委陈茂松开炮，要黄伟哲解释清楚县民案，不满党没调查清楚，怎能就这样提名？也有一批台南的郑国会立委陈廷飞不回应，倒是初选看板跟谁挂有规范。未来不能跟蔡、赖、苏等选对会成员共挂看板，禁止说唯一支持，以免被说球员兼裁判。所有参与初选的人，不管是选议员、选市长、选县长，不要再用他们的相片来做帆布的宣传或者各类的文宣品，务必让掌握选务的人保持中立。党主席蔡英文语重心长地说，如果党内竞争像2008年一样如此惨痛，他就是一个失败的党主席。但就连非执政县市也竞争激烈，不要讲说他落选5次，票数越差越多。如果说你还执意要出来参选的话，其他的社会正当性是不够的。台东、屏东天天互杠，民进党初选已经杀到刀刀见骨。进行文由瑞博、方博峰采访报道。